我们刚刚跟上次正讲到二十六分发生非相这一部分就没有做结论，那么他这个结论是结论的时节以外，我们在反复的做一个研究。中国的佛教与佛法到了唐代这个阶段，所谓禅宗的兴起，提倡以金刚经为标准。那么金刚经与禅宗的关系，我们在过去所讲的，从这一次所看到的最特别的就是他的教授法。往往他的教授法是这个引导性的、启发性的，而且正反几面一起来的。譬如讲第二十六品讲到见佛的问题啊，见佛的发生问题，他是问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对不对？苏菩提的答复，他说应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那么佛就把他批驳了，说假设以三十二相诸相来看佛，以有形象的佛来看佛的话，那么转轮圣王跟佛一样的相好庄严，这个色相是一样的相好庄严，而转轮圣王的这个威德现身的威德跟佛一样的庄严。那么他说如果就以色相来认这个佛，看这个佛，转轮圣王就可以算是佛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苏菩提就讲，他说叫这样一说，我理解了，懂得了，懂得了，不应该以三十二相看如来，不应该以色相来看佛。色相看佛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这里也讨论过的，很重要。大部分我们修佛啊，做功夫啊，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住在色相的。比如我们用功的人说，哎，今天气色很好，哎呦，你精神很饱满，返老返童了，都是住色相的观念。因为色相不实在，色相不久长，总是暂时。所以色相是发生的，是本体现象，说起来偶然的、暂时的用，不是真实的。色相不是果，不是众生，所以用这个道理而说明。因此佛做的结论，他用了这次做结论，特别告诫我们要想见佛。所以色见我以应身求我之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身色两方面求佛都是错误的啊！以身因以色相求佛都是错误的，这个道理我们上次提到过，包括的意义很多了，完事我们修佛的人都要深深的思考一下。第二个问题，这个里头就讲到转轮圣王问题，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一般念着佛法往往把这个佛法完全打成出世的思想，即使在所有的佛经上再三提到转轮圣王的功德，甚至于在华严经提只有十地菩萨以上转生为转轮圣王才能使天下太平。转轮圣王是抗代一人，就抗代一人
历史多少千年，他讲历史多少百年，等于孟子说五百年而后王在身，人类的这个社会太平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要专能圣王莫大的功德出来，才能够影响同一个时代的太平。所以佛再三赞叹专能圣王的威德。一个人要想成佛不容易，成世界法一个专能圣王也不容易，要许多的善行，许多的功德修成。所以在世界法的专能圣王与佛只差了一点，差什么一点呢？般若智慧啊，专能圣王的色相威德跟佛完全一样，之所以专能圣王不是佛，没有明心见性。专能圣王假定是明心见性了，也可以称是在家佛，譬如《华严经》里头所标榜的好几位帝王就是佛，本身已经悟道了。在我们上次提起来佛经上说十妄是功德，十妄的意义包括很多，将地狱佛所的地狱有十妄，这个地狱十王虽然都是鬼王啊，但是我们还不容易当到鬼王啊，他有他的功德，就是说在恶道中现恶道身而教化众生啊，也就是功德成就的菩萨正在天人正在里头，欲在天是天王，也是功德成就才能身为天王。换句话，人中做一个领道的，有功德是天下人是太平的，都是同佛法一样的困难。其中不同的呀，就是见地的方面，就见道的问题。那么这一品里头所讲的见道，色身都不能见到。就是经过的金刚经上所讲的不能做相，说佛法做相了就不能正得法身啊，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种是四大原则，任何做相不能正得法身。所以一色见我一音声求我都错了。那么他为什么不是说做一色界如来一音声求如来，还是翻译的文字关系，凑五年的一句故意把这个如来变成我吗？这个绝不是翻译的手法啊！所谓明心见性，最后就是就宇宙同体万物同根的这个我的问题，我们要找到生命本来的本我问题啊。那么这个离开心识一切都不足，一切不知足，一切不住。我们晓得大乘的法门是三个法印：无住、无足、无愿，这三法印。小乘法门所谓三法印：无常、苦、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大乘的三法印：无住、无足、无愿。那么我们晓得到达了无住、无足、无愿，《金刚经》上文所说的大部分在这个方面，到达了这个境界，离开一切生死，才能见到真见到佛，也真见到我。但是这个见到是什么见？见根本智，根本智啊，就是实相般若法身之体，见到根本智法身之体。我们这一点需要了解的啊，一切都无足，一切都不足。
以普通的我们观念形成，一切皆空，就是借法身主体根本智，没有大彻大悟，还没有证得后得智啊。拿禅宗来讲啊，所谓禅宗讲破三关，到这个境界呢，可以算破掉了初关，破初关，也就是后世所谓讲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么见人不是人，见鬼不是鬼啊，什么都不是，一切不是，一切不中。所以我们给他的结女的结论，用世界的现象来讲，粉末登场三管浓啊，这个世界本来人生啊，活在这个世界乃至一切万有在这个世界都在唱戏啊，人世界本来是个宇宙，是个大舞台，我们不过是所谓大舞台里头泡龙头的邀请呐喊的一批人，所以粉末灯大家打扮一下上场啊，那么婴幼都穿得吹得很闹热啊，这是很好看一个戏台，非常闹热。但是这个戏台也分内外两层，我们在戏台里头啊，当然戏台里头分内外两层啊，前台很闹热，一进后台了以后，脸上一洗，衣服一脱，我还是我，那个戏都不唱了。可是这个前后台还不说，还有个外台，这个外台啊，这个虽至界外雪花丛，就是我们当时在山上，尤其在峨眉山实在的境界，我们假设把自己了解了，都在演戏。像峨眉山那个地方，秋天以后已经是下雪了，到了十月、十一月是不得了了，根本无路可走，整个是白茫茫的一片雪的世界，啊，那个也是很好看的，也在演戏。所以我们就到自己人生都是在演戏啊，走到没有意思来修道，打起坐来一切皆空，清清静静那个境界，认为这个比人生高明的多，我已经悟道了，到达这个，不要忘记你那个时候还是在演戏。从今来那个时候演什么戏啊，我们说一句笑话，在演和尚戏，出家的戏，心境已经出家了，觉得哎，这一切皆空啊，现在只有我这个清净最好，这个还是戏。不过这个戏不同啊，界外窗子外面啊，一片清凉，雪花万朵啊，光明是个也是个戏，你不要比这个色相再迷住了。所以假设比这个清净境界色相迷住了，永远不能成道。所以明代这位一位禅宗的，也可以说是禅宗的大师，寒山大师就讲，静寂令众下作意啊，原名列下转生难。我们一个人开始修佛，处处都是障碍，等于走路一样，满地都是荆棘，荆棘都是刺人的啊！这个下脚非常困难，荆棘林中下脚一步都很困难，这一脚踏不下去。但是普通人的看法，一个追身修道的人也不觉得困难。荆棘林中抬脚，冲进来我的满身都给他刺破，也可以进出。到什么时候最难？原名练下转生难。到了完全忘我忘身，进到了空的一面，修持达到空的一面，清清静静。这个时候叫你不要入定，不要入清净的境界。而要行人是不能行，忍人是不能忍，
进入这个苦海茫茫中来就是救人，救不到。所以啊，小乘的大阿罗汉果证得了啊，清净正盖证得了，净土的正盖你到达了，在大乘戒律上是三戒的，是单着禅定和戒的，功德不能圆满，贪着禅定，贪着清净，所以哈山大师有这个证告，正知令中还下作意，到达月命列下是转生难，那个时候再上回转了是很难，也是这个一堕落，好多接受着堕落下去，因为在这个清净正盖有时候一定证入罗汉大定啊，这个多少接受，甚至于说八万四千劫并不那么矮定，就是很长的接受里头啊，就不肯确定，不肯确定不是就证菩提后得智，根本还没有认知，还没有看见，所以只见到法身清净一面啊，没有见到法身起用的一面，因此我们给他的结论啊，退庄归戒清亮盖，结果我们在清净的正盖里头再转一下，打开窗子看看这个天地，看清楚一点，明月落花不定中，世界上没有哪处不清亮，到处都是净土，地狱里头都是净土，真了解了法身呢，此生真到了彻底的无住、无著、无月空的正盖，无往而不利，在烦恼中即是菩提。假设都贪着了清净的一面，那么菩提即成烦恼，就是那么简单一件事啊。我们现在只继续上一次的报告，上次36品的批驳这个不能着相观的道理。刚才我们首先提到为什么后世禅宗采用真刚经做禅宗的蓝本，因为他的教育方法，你看佛的教育方法非常奇妙，反正你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反说的不对，正说也不对，你说不对的更不对，你说对的还是不对，最后怎么样对，你的才是对，不是佛的才是对，所以全部的真刚经它是教我们禅宗所谓祖师们四个字，自悟自肯，你要真正悟到这个般若的体相，自己的肯定确定，所以禅宗里头还有祖师的话，说一下宣爱杀手自肯请当，这是说禅禅的，所以现在一般讲禅说的特别要小心啊，禅宗要真实，所以叫禅宗，为什么叫个禅字，它动禅定两个配起来不可以分离，没有禅定做基础不谈禅宗，要到达什么地方，要到达戒定慧，到达了最高处，等于普通人在悬崖万众悬崖顶上站到杀手跳下去，这个跳下去还有命啊，悬崖三手，你要自肯承担，自己晓得跳下来到达了最高命处，到达了最平凡处啊，悬崖三。那么要怎么样达到这个正盖呢，不是理解到了就行，绝后战术要大死一番，
大事一番，当然不是吃安眠药的大事，你要下一番死功夫。那大事一番再醒过来，所谓大彻大悟，最后就欺君不得。这个事情不是啊，嘴巴上讲理论，不能骗人的，不能骗你。那假设说骗自己，骗人说我悟了，今天悟了，明天靠不住的，等一下就觉得自己靠不住了，那不是解脱的究竟，是必须要切实下一番功夫。所以这个《金刚经》，你看佛的教育的手法，他走的就是这个路线。他对于娑婆地的教育，四面八方围到来打，你讲这样也不对，讲那样也不对，把他围的呀，头都昏了，就是要他绝后再输，欺君不得，成佛见道，不能依赖他力，只有自己站起来，要你自己正是绝后再输，然后再成仇。当然其中首先要经过宣爱善守，宣爱善守什么都丢光了，不大在人世界一切丢掉了，佛法也丢掉了，一个人在高空善守跳下来什么都没有，一切要丢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能见到发生的正盖。